李总统马英九以及新上任行政院长陈昌、彰化县长杜佩元的共同主持下，宣告自控一支台湾灯会伫鹿港正式开灯。上气势主灯开灯表演，吸引了百万真侪游客来到鹿港看灯会以外，另外就是由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等十几个表演团体所进行的游客活动，更加是让鹿港小镇被大批人潮是客满满，满小姐要看米老鼠、唐老鸭的高水模样。可以看到啊，我们东京迪士尼哦，它是第一次踏出东京啊，到台湾来演出，还有包括啊北海道札幌的雪祭的队伍，还有他们各地啊这些啊精彩活动的队伍呢，都到彰化来。我们邀请了企业家来赞助这个重建整个灯会义政的这个团体呢，所以跟他们一起来做在中山路做表演，我觉得这个是百年难见的一个好的盛况。今年台湾灯会在鹿港，除了主灯号称是23届以来上大尊的，就连活动场地也是历届上宽。除了分作南北两个灯区以外，其中阁细分为传统灯区、宗教灯区等数十个小灯区。彰化县长杜佩元也直接邀请全国民众，会当在10月19号进前来到彰化鹿港参加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台湾灯会。23届台湾灯会有史以来呢，规模最大、最精彩的台湾灯会啊，就在我们彰化鹿港。我们预计呢，从今天点燃主灯以后啊，我们的这个主灯呢会一直亮哦，亮到2月19号。2月19号，所以请大家掌握机会啊，最漂亮、最璀璨、最精彩的台湾灯会就在我们彰化鹿港，欢迎大家一起来。这次东京迪士尼乐园带着原汁原味的精彩表演，自费500万来到彰化鹿港，就是要回馈台湾民众的爱心。Mickey、Minnie 以及唐老鸭的古锥模样，也引起全国民众受济观赏的情调。对此，彰化县长杜佩元也透露，已经成功邀请到美国迪士尼表演团体来到彰化演出，相信到时阁会引起一波梦幻迪士尼的热潮。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